Hello， 大家好。TY Lighting 作为香港飞利浦指定授权零售商，介绍飞利浦嘅香港行货，梗系唔少得啦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个飞利浦嘅新产品，就系一把天花吸顶鸿运扇啦。睇下个包装盒先，正面、背面、上面啊，呢度有写住系100%香港正货啊。產品的型號叫做 Amigo Philips Flat Ceiling Fan， 產品的用電量功率分別是風扇部分最高速的時候是 20W， 燈具部分最光的時候是 42W， 即是將產品開啟在最光最大風的時候，它是用緊總共 62W， 非常慳電。風扇的 LED 在最光的狀態有4400個光通量，即是流明，用1308個流明作為光度計算基礎，即是等于一个钨丝灯胆336W 的光度，照顾一个100平方尺内的空间，绰绰有余。可以用遥控调校光暗 10% 去到 100%， 亦都可以调节色温由 3000K 去到 6500K 之间。它的卖点就是直径比较小，只是 485mm， 厚度更加是超薄得惊人，只有 137mm， 同一支天花灯的厚度相差不远，所以不会有压迫感。现在我打开它给大家试一下，打开漏电测试。好了，我用 Apple Watch 将它开了之后，拿个遥控出来先。这个就是它的原装遥控。好了，我现在试一下它的风力给大家看看。我将它开到最大风，这张纸巾不动的，开了吧。诶，攞开啲，攞远啲，低啲，低啲，都好大风啊！将佢放慢一级，即系低一级。呢个系第五速，再低一级。呢个第四速，呢个第三速，呢个第二速，呢个第一速。第一速咧，啲风系好柔嘅。好啦，我依家试下佢个反吹俾大家睇下，因为佢有正逆吹功能嘅，慢慢停落嚟就会向上抽。转头我揾张纸巾索上去俾大家睇，啊，纸巾索住咗啦，睇可唔可以索到个夹仔先？又 OK 喎，个夹仔都仲够力担住佢喎。好啦，依家试埋个光度俾大家睇下啦，光度将佢开到最光。我将风扇独立熄咗佢先，即系话灯具同埋风扇系可以独立开关嘅。光度依家大家睇到嘅系 3000K， 我试下将佢微调去白啲、白啲、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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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啲，依家系最白啦。即是说呢，它由 3000K 去到 6500K 之间是可以调节的。试下光暗度，暗一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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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暗一级，现在最暗了。它是可以调光暗 100% 去到 10% 之间的，在不同的色温状态下都可以。我将它转去黄光那边试给大家看看，现在是黄光，不过都是最暗的状态。帮我熄了漏电测试，收到。好了，产品就试完了。大家看了刚刚 Amigo Philips Flat Ceiling Fan 的产品介绍，是不是很想知道它有什么会员优惠和价钱是多少呢？现在这个产品的售价是1580元，免费登记成为 TY Lighting 会员之后，就即刻送一次安装服务给你，行货24个月保养，由香港飞利浦代理 Senox 提供。如果客人你有自己合资格的安装团队，选择自取，免费登记成为了我们会员之后，当然有震撼的会员回赠给你啦。只要在现在这条影片下面留言自取以上的 Philips Amigo Flat Ceiling Fan， 即刻送给你500元的百佳超市礼券。我预备了10000元的百佳超市礼券送给大家，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的。大家如果喜欢以上产品的介绍，记得给个 like，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
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見，拜拜。